瑞瑞真坚强，一点儿都没哭。嗯，这是给乖孩子的奖励。谢谢叔叔，虽然你包扎得很疼，但是看在疼的份上，我却原谅你了。谢谢医生。没事，以后啊，再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嗯，一定注意。我们一定注意。大夫，孩子没事吧？孩子没事，具体的细则呢，我已经跟孩子的父母都交代过了，你们出去聊吧。啊，下一位。干嘛？瑞瑞不疼了。孩子父母？不是。瑞瑞，跟干妈走，快。不是，你听我解释，误会。思涵，我们改天再约吧。今天不好意思了，没照顾好瑞瑞。没事，班长，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没照顾好瑞瑞。嗯，你的那篇推文我会记得的。我先回去了。嗯，路上注意安全。叔叔，下次见。好。你坐副驾。沈总，还没来得及庆祝你高升，成为公司的二把手。咱们之间就没必要这么客气了吧？啊？坐。环境不错嘛。沈总，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艺人资料，商务约和经纪约都在我这里，您看看。对前男友还这么冷淡？我这刚一坐下，屁股还没热呢，就跟我谈工作啊。这样吧，晚上一起吃个饭，就算弥补一下当初被你抛弃的可怜人。是不是程总觉得我手里的这份长期艺人代言合作不值一顿饭呢？你可要知道啊，签完以后意味着什么。这是你们公司一年的业务量。沈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过去的事嘛，咱们就不要再提了。这么多年了，在你的心里还是弟弟地位，只要弟弟不喜欢的人你都可以选择分手。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多年了，你弟弟自己知道吗？我不需要他知道，这是我作为姐姐应该做的。弟弟真就比你一辈子的幸福还要重要吗？是，看不到他幸福，我是不会抛下他的。果然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程玉，和你合作我放心。嗯，您看看。合同嘛，细节方面还需要再研究一下。这样，咱去喝杯咖啡，边喝边聊。请。你怎么了？我怎么了？什么不自然？我不自然？你不正常。你们都不正常。瑞瑞还疼吗？还是你最乖了，不像某些人说话不算话。我哪儿说话不算话了？合租公约。我跟你说了吗？我说了我约了他。约他去哪儿啊？逛公园。去完公园是不是还得一起吃个饭？吃完饭是不是还得找个地方喝杯酒叙个旧啊？
跟班长续个闲缘。我懒得理。程总可是真忙啊，从我们坐进来你这个电话就没停过。追求者垃圾短信，不知道沈总对我们公司旗下的艺人是不是感兴趣。感不感兴趣的不都是一句话吗？尤其你知道这么些年了，我这么些年沈总是不是还喜欢喝咖啡？您尝尝这儿的，看看合不合您口味。来，干。你也别装了，那个什么小鱼头姜思涵写的那个月下姑娘的前世今生的故事是你俩吧？还有你房间的那个玫瑰水晶球，就你不让我碰的那个，还有月下姑娘玫瑰味道，都跟姜思涵有关系吧？你纯纯大情种，情根深重啊你。咱干儿子瑞瑞今天摔了，人家跟班长成双成对的去医院啊。你说这小芋头的暗恋对象回来了，随时有可能死灰复燃，你还没所作为，心太大了。不是兄弟，你真得做点什么。兄弟，我必须帮你这忙，谁也别拉我。我一生一世一辈子只爱程昱一个人，但是我李景阳毕竟也在情场上面浮浮沉沉了这么多年，论追人我稍微还是比你强点，是不是？半斤八两吧。你说你俩都住一块儿还没做点什么，兄弟我就问你一件事，亲了吗？不会吧，真亲了？什么时候啊？一年前。一年前。一年前亲了个女孩。一年前亲，人家现在跟班长在医院成双成对。哎，酒没喝完呢，去哪儿啊？睡觉。你呀就适合单身一辈子。程木、姜思涵、程昱、李景阳，完美。生命诞生后，你回来了。瑞瑞呢？睡了。你喝酒了？一点点。
这次应该再也不会碰了。我的读书初吻就这样没了，他是喝醉了，我是清醒的呀。想你了，昨天我们俩昨天我喝醉了啊，喝醉了。之前那个笔记本我想起来了，我交给白冰了，你可以去问问他。瑞瑞，你在这乖乖画画啊，小姨接个电话去。喂，妈。涵涵，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我刚工作呢，没看到。涵涵，你这是在哪儿啊？你没在公司吗？我来老板家帮他拿文件。对了，涵涵，你最近给你姐打电话了吗？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不接。没有啊，你找我姐干嘛呀？我最近这心里总是慌慌的，总是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我想跟你姐打个视频，我好想看看瑞瑞。行了，你好好工作吧。啊。哎，小双。嗯。怎么就你自己？陈玉呢？沈总说要请程总吃饭，就让我先回来了。沈总？哪个沈总？就美达集团那个沈梦林。杨哥，玉姐对你可太好了吧？她想借着沈总这个项目，再往上推你一步。沈梦林，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玉姐的前男友。沈总想通过这次合作，想跟玉姐复合。搞得玉姐挺舒服的。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吃饭吗？知道啊。地址发我手机上。好。这最近的生意确实受到 Sweet 的影响，这客人也没以前多了。 Sweet 毕竟是流水线生产的蛋糕啊，这更新换代的速度可真快啊。听说啊，为了克制咱们的招牌月下姑娘，还推出了一个什么玫瑰甜品，
有竞争是好事儿，咱们也加快一下咱们自己新品研发的速度就是了。嗯。笔记本我交给白斌了。斌啊，嗯，我那个笔记本，你看过吗？老大，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我？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需要确认一下。我承认，我之前是因为好奇看了一眼笔记本，但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我相信。那这个新品的事情，你还有跟其他人提起过吗？没有啊，我就自己之前好奇，回家试了一试，然后做给了我女朋友。薇薇，来尝尝我们店的新品。不吃，我在减肥，大晚上吃蛋糕热量太高了。你吃一小口吗？天天就知道蛋糕，打一辈子工，什么时候买房子结婚啊？感觉一般般啊。果然我和我们老大还是差很远，这要是我们老大做的肯定大受欢迎。这是程木的新品啊，那你再给我详细讲讲呗。好啊，我给你再拿一小口，你尝一下。好吃。我跟你说啊，我们这次的配料和以前完全不同。你看，我今天准备了蓝莓，还有啊，老大，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如果真的是薇薇做的，我一定会给你和店里一个交代。它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不光业务上能继续走下去，在生活上我们还能。您喝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你站住。程玉啊，程玉，程玉，沈梦林，程玉，我会对你好的。我知道，你的弟弟非常重要，我会对他好的，就像我对你一样好。我说到做到，好不好？好不好？沈梦林，好不好？不怎么样。我认识你，你不就是程玉推荐我的那个小网红吗？猫都没长齐，滚！我让你滚，你听到没有？我让你滚！别扭！沈总，我程玉自己的弟弟，我自己会照顾。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我不该动手打他，那个家伙连禽兽都不如，但是他毕竟是你的合作伙伴，我不该动手打他，
对不起，我向你。傻瓜，我就是想你了。你今天你回来了，你今天怎么睡我家呀？要不我走？我走啊。不用，他走，你留下。哦，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我问问他。大猪蹄子。你怎么回事？你啊，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啊？连家都回不去了？你欺负思涵了？我今晚能睡这儿吗？思涵欺负你了？昨天晚上，嗯，我喝酒了，然后我把江思涵给亲了。好事啊！你终于想通了。那我接下来是不是该开始安排见家长什么的？哎，你跟人家表白了吗？哎呀，傻弟弟，一段恋爱是要从一束花和一个正式的告白开始的。你切记啊，不要让一段恋爱莫名其妙的开始，否则你也很容易莫名其妙的结束。还是说你只是逗逗思涵？我没有。嗯。哎，你和李景阳？嗯，你有感情问题，不找我这个感情专家咨询，你大半夜的跑到程玉家里，算怎么回事？我还想问你呢，你大半夜在我姐家里是想干什么？大人的事你别管。我跟你说啊，李景阳，我们家那些事儿你比谁都清楚。我不管我姐对你是什么态度，但但凡你敢对我姐个三心二意、心猿意马，您姐就是太要强了。这些年一直拼命努力工作赚钱，我就是想她轻松一点，不要那么大压力。至少在我这里，她可以不懂事儿。我拿你当兄弟，你天天就想当我姐夫。说到姐夫，姐夫呢也关心一下你，你跟你的小芋头也该有所行动了。哎，这恐慌症又不是什么绝症，你得尽快克服你心里那一关呢。哎呀，我有招数。你能有什么招数？甜甜的大神。是啊，佩服啊，兄弟。
躲住。要不问问大神，男生的想法应该都是一样的。大神，请教个问题，如果一个男生喝醉酒了去吻另外一个女孩，但是没有后续了，什么意思？肯定是喜欢你。那女孩喜欢男孩吗？喜欢？不能吧，他每个举动都不像是喜欢那个女生啊。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举动才是喜欢？首先，如果他喜欢这个女孩的话，应该每天不会摆着一张臭脸吧，起码要对那个女孩笑一笑，可能才是喜欢吧。我没笑吗？瑞瑞啊，都怪干爸平时太忙了，没有时间陪你玩。有一个韩叔叔陪你玩呢，干爸也是很开心的。干爸，你是在说心里话吗？当然是心里话了。干爸平时对你不好吗？这叫父爱如山，嗯。问题啊，你觉得父爱和母爱有什么区别？不都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水吗？差不多就这么个区别。哦，那如果非要让你做一个选择呢？妈妈，你能给我削铅笔吗？妈妈正在忙，等会儿。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题。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不管怎么选，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伤害。你明白吗？嗯。还有，以后这种话你就当着我的面说一说。瑞瑞在的时候不要提，他那么聪明，我怕他多想。确实，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来治，怎么不能给瑞瑞留下心理阴影？我上班去了。皮笑肉不笑。大神，你觉得一个男孩莫名其妙的对你笑是什么意思啊？思兰，我手机落厨房了，我这穿上鞋，你帮我递一下呗。哦，好。肯定是喜欢女孩，但是沉默，他喜欢我，怎么样，吃饱了没啊？走，出去玩。
什么呀？本周签约账号数据汇总已经出来了，目前来看呢，会吃的小芋头互动不错，比起之前粉丝有所增长，现在已经达到45万了，但是之后呢，涨粉速度缓慢，较之前两周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啊，这部分的数据你们可以给到小芋头，然后运营人员多盯一下，多催他的稿子，运营可以多给他提供一些思路，开辟新的专栏。对了，玉姐，嗯，李景阳、陶曼曼今天在拍摄一个服装品牌，结束之后一人能短暂的休息一段时间，后续呢我们还会跟进新的品牌，可以给李景阳多安排一些工作。嗯，玉姐，前两天有一个制片人想找景阳哥拍电影，但是这个钱给的太少了，我就给推掉了。这样，你先把项目书和资料发给我看一下，把制片人的联系方式也推给我。好，这个也不错。哎呀，到底选哪一个呢？李导，非常感谢您跟王总对我们这个厚爱啊！谁让我们景阳现在这么火？您稍等，不好意思啊，景阳，那一天我给你空出来了，所以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啊！谢谢花姐，加油啊！哎， yes. 李导。谁要过生日啊？啊，你吗？但我记得你生日好像不在这个月吧？我一个朋友，女性朋友，你喜欢的人？嗯。你有女朋友了？她叫什么呀？哎，她是干什么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在，我是不是打扰你工作了？不打扰。哎，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有空。哎呀，景阳，我们沈阳老师刚刚通知我们说，今晚又要很晚收工了，我们一起走好不好？那我没事了。老大，你这是在做什么精品呢？老大，这什么味儿的蛋糕放这么多柠檬啊？我看是爱情的酸味吧。哎，管它什么味道，我就想看老大赶紧打败 Sweet， 揍必胜。你们几个很闲吗？别嘴贫了，赶紧打扫卫生去。有什么好吃的？我做了你最爱的排骨汤，你尝尝。我尝尝。老大，客人都走了，我也让他们都下班了。嗯。
你有事吗？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嗯，你说。我想辞职。辞职？为什么？之前的新品同区泄露确实是因为我，也影响了店里的生意。我实在是没有脸待下去了。都查清楚了啊。那个小号的主人确实是魏伟，他居然为了钱把咱们同区的做法卖给了 Sweet。 因为这件事我跟他大吵了一架，也已经分手了。对不起啊，老大。斌啊，你是我第一个员工，也是我合伙人。 So 是咱们两个一起干起来的，我知道这家店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咱们的经营理念跟 Sweet 不一样，只要我们人还在，就永远有更新更好的甜品。所以这件事情不用太自责，但我有个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做，你还需要跟另外一个人道歉。明白，我会亲自去和江小姐道歉。那辞职的事儿不批准，我最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这个酸甜的发售全得靠你。还有啊，最近多给一航安排一些采购的活，多给他发点红包，看上去手很紧的样子。老大，我要一辈子留在你身边报答你。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酸甜已经成熟了，替我尝尝。好。有一种柠檬的酸味儿，但细细的品尝起来，又有点淡淡的甜味儿，正如其名。老大，这款甜品交给我就放心吧。所以说嘛，要是没经历这些事情，我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灵感。别放在心上，好好干活吧，啊。姜思涵，注意你是个淑女。思涵。之前笔记本的事情我跟白冰聊了，是他不小心告诉他女朋友，他女朋友泄露出去的，所以跟你没关系。哦，他会跟你道歉的。嗯，干爸，我吃完了。吃完了？哦。我来吧。你确定？嗯。不用了，你陪瑞玩吧。我来就好。小爷，你平时不是最讨厌洗碗吗？之前你还跟我说，要把碗留给干爸洗呀。小姨什么时候这么说过了？你在说什么？小爷，你今天怎么总是偷？你别动！你这些衣服我来洗就好了。
啊，不用了，还是我来。不是，你平时工作太辛苦了，还是我来帮你洗吧。啊，不不不，带孩子更辛苦，事业女性最辛苦，还是我。哎呀，我不累，我平时一点都不累，还是你比较累吧。算了，平时都是我来，洗衣机你用不惯。我怎么会用不惯呢？我、哎、你别抢。哎，不是，你不知我。你先别走，你先别走，你让我先走好吗？小姨，你在干什么呢？不能看，不能看。今天工作那么久，还不早点回去休息，还来公司接我？我工作效率高呗，一点也不累。这就说明我们老板眼光好，签的员工不错。没见过你这么凡尔赛的。我这哪是凡尔赛，我这陈述事实。再说了，我要不接你，我能知道你在加班？要是累坏了怎么办？以后只许我一个人接你回家。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自由进出我家了？你是真忘了我们制造的那些美好的回忆是不是？没关系，今天晚上我们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那我不回家了。你不回家，你去哪儿啊？我去我弟弟家。那我也去。你跟屁虫。我这哪是跟屁虫啊，而且你这么晚去程木家，你觉得合适吗？小玉的很久没更新了，我去催稿。你是真狠心啊。不过我好喜欢。好好开车，别闭嘴。这是不，不过下回稍微注意点影响。瑞瑞，先回去啊。我去陪瑞瑞睡觉。重置成功。程大老板，你好了没有啊？瑞瑞和小芋头呢？带他出去玩了。真是一家人啊。不过你说你这时间管理也挺厉害的，晚上有美人投怀送抱，白天还有精力打拳。我是熬夜研制甜品好不好，我都多少天没锻炼了。你说到这个我也得加把劲儿了，今年你姐生日，我一定得好好操办。那你今年什么打算？反正啊，一定不能像去年那样大操大办，要是再那样，今年恐怕就问了好多人意见，感觉都不靠谱。不过今年呢，我打算换个思路，欢迎给我提供意见。意见没有，蛋糕我照常提供。你的意见我还不惜的听呢。你呀、啊，就适合一辈子单身，反正也没经验。有了。
欢迎下次光临。嗯，莫姐，把那个筛子递给我。哦。哎，老大，这酸甜卖得这么好，这么快就研发新品了，不像你风格。这个不是新品。哦，那我去。下班。啊，我最近正好研发了一个新品，本来想说你到店里来尝尝，给我写篇文章。嗯，我看了，给 Sweet 写的挺好的。哼，那就好好忙 Sweet 的事情吧。哎，要是回房间睡，在这睡容易着凉。这是我们老大让我给你上的新品，酸甜。好特别的名字呀。江小姐，上次是我误会你了，我没有搞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怀疑你，还给你造成了那么大的困扰，真是对不起。哎，上次的事情呢，我确实是挺生气的，不过也能理解，你都是为了瘦好吗？哎呀，真没事儿，给我讲讲呗。你们老大这次的新品酸甜还挺特殊的，有什么幕后故事？这你就要问我们老大了。还说不让我来店，还不是让人给我上新。小芋头，你看一下这两周的数据，对比之前降的有点多呀。再这样下去，可能公司就要取消你的保底工资了，要努力啦。完了完了完了，我奖金飞了。小三，努力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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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酸甜，好吃吗？好吃啊，很特别的酸味，还有一点点的甜。讲讲呗，有什么幕后故事？没什么故事。怎么可能？你的每一款甜品背后都有故事，这是你们店的特色吧？这个就没有。说嘛，我还想写篇文章呢。最近数据不是很好。就指望着这个程大店长给我带带流量。怎么，
Sweet 那边数据不好，所以想请我来了。那 Sweet 跟你哪能比啊？ So 肯定比 Sweet 重要多了。再说了，那么多人等着咱们的后续，是不是？咱们的后续？对啊，你可是拯救我数据的大功臣，你我，咱们就是一家人，是吧？瑞瑞，你干爸跟你小姨什么关系啊？一家人呀。我就说这同处一个屋檐下，他就不可能没事儿。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老大跟江小姐肯定在一起了。老大这是闷声干大事儿啊！你们忘了，老大他……算了算了。那既然是这样呢，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讲解一下。我觉得爱情呢，是生活中的一部分。那免不了要经历一些酸甜苦辣，那酸甜呢，就是爱情当中的一种心境。爱情，那你真是吃醋了？那个。你吃完了赶紧带瑞瑞回去啊。哎，别呀，你还没说完呢。我说完了。我是哪儿招惹你了？没有。那你为什么赶我走？我没有赶你走。你就没有点别的什么东西要说了？那行，我今天有同学聚会，我也没空带瑞瑞了，那就麻烦你带一下了。哦，别喝酒。切，明明就是吃醋了，还嘴硬。心里都有一杆秤，足够重要的一边，连空气都自带甜蜜。我们情不自禁地反复观察、研究每一处细节，只要发现一丝不对劲，某种情绪便会无限放大，留下的是眉头一皱的微酸，就像鸡蛋和面粉融着糖，甜甜的法式小蛋糕中，却被柠檬的调皮刺激得你一阵委屈。然而因为喜欢。你便容忍他在舌尖跳舞，融合成独一无二的酸甜。Hello， 你怎么在这儿？来接你下班啊，知道你这个点，没吃东西，走。哎哎，我不。我在公司附近吃就行，一会儿还得回来。工作任何时候都可以做。还是你想说，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帮你抢场？你，走了。来，我开车很快，你要是累了的话，就在车上休息一会儿。你考虑过做演员吗？为什么这么问？有个剧的制片人找到咱们公司，说想让你试试男二的角色。我刚刚去看了项目书还有剧本，觉得不是太适合你。不过这个事也让我思考了一下，演员这条路会不会对你未来的发展更好？但这一切都得要建立在你自己喜欢并且能接受的前提下。
辛苦了，还要为我考虑这么多。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走了。程木，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我观察你好几天了，你高大帅气，温柔善良，又有爱心，你还是寿店的老板，和我简直是门当户对，天造地设的一对。那个，要不你做我男朋友吧。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故意听见的，我只是怕女友偷窃，就刚好看到你和老大在聊天。但是吧，这种场合又不是我能应付得了的。你听了多少了？全部。我发誓，我一定保密。真的。哎呦，姑奶奶，你就放过我吧，我只是听到一些不该听的，但是我真的不会说出去。你看这店就要关了，要不走吧。闭上嘴，我现在心情不好，你必须得陪着我，等我心情好了再说。那你尝一下我们店的甜品，很好吃的。我不想吃。那我给你讲个笑话吧。从前啊，有三条大侠，分别是鲤鱼、鲫鱼、草鱼，他们要去比武招亲。请问，谁会入选成功？鲤鱼啊，鲤鱼他会打挺，你看，你看，你看。不好笑，那我再给你讲一个吧。从小我就有个梦想，那就是戴着墨镜，开着兰博基尼的跑车。经过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我终于成功了一半。我有墨镜啦！你看笑了吧？还是有效果的。那我再跟你讲，以前啊，晚上的时候，天上有颗星星。哎，还来了，不好意思，来了，来了，快坐，快坐，哇，这么多好菜！今天是还有别的人吗？还有班长啊。班长啊，班长，这局就是他组的，特意让我叫你来的。对，哎，班长，这不晚了，你这得罚酒啊！这走得到啊？这些菜你喜欢吗？这句话我怎么听着？你怎么不问我们喜不喜欢呀？上次你帮我推广 Sweet 的文章，反响还挺好的，但约你你也不出来，没办法，只好组局约你了。不是，那都是举手之劳，你不用特地请我的。哟，班长。这咱们今天原来是沾了思涵的光啊，你这可不能只关心他一个呀，我们这么多老同学你也得关心关心啊。班长当然关心大家了，吃菜吃菜。咱们是不是得走一个了？大家都这么久没见了，我们走一个，走一个，可不能扫兴啊，必须得干了啊。别喝酒。思涵你怎么不喝呀？要不这杯酒我替思涵喝了吧。哎，班长，这第一杯酒没有替的道理。没事儿，帮人替，你自己喝自己喝。我喝，来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好久不见，干杯干杯。少喝点。算了，他都说我想多了，那我不能听话。
早安。早安。思涵，一年前是我错过了你，我真的很后悔。当时我已经决定要出国留学了，我不想耽误你，所以我努力了一年后又回到了你的身边。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一个表达的机会。所以思涵，你还喜欢我吗？嗯，喜欢。我喜欢你，承诺。喂，程默，姜子涵喝多了，我给你个地址，你能接到吧？没事吧？思涵，思涵，思涵，你怎么让他喝那么多？希望你好好照顾他。肯定比你照顾得好。走，回家。你也太任性了，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带我来这么远的地方。这地方信号都这么不稳定，我已经跟公司的人说了，这段时间他们不会打扰你的。嗯，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哪有当老板的自己逼自己干？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嗯，干杯。你开这么久的车带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来看这里的星星吗？三、二、一，请看。啊？怎么还不来啊？你搞什么鬼啊？我给你唱首歌吧。Says nothing gonna stop me for the bad elevation. Record i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more,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闹钟点好了，来吧，许个愿吧。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程昱。Happy birthday to you。吹蜡烛吧。嗯，幼不幼稚啊？
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刘星，刘星来了，我说了他一定会来的。不重要。我背你。怎么他喜欢我？谁说的？他自己跟我说的。这什么时候说的？我告诉你个秘密，长木他就是甜甜的大。他说他喜欢我。那你喜欢他吗？别亲了，再亲要掉一层皮了。我就是太喜欢你了，你终于接受我了，宝贝。宝贝，小心我抽你啊！如果抽我能让你接受的话，也不是不可以。那个，我是个男人，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放你走。我的意思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没有意思，你不就耍赖？昨天晚上你已经答应我了，做我女朋友。是不是该吃早饭了？不吃。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早知道就听程梦的话，不苛求。酸甜的文章写的不错，说出了甜品设计者的心声。程梦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我呢？可爱的，性感，高冷的，这么多款，总有一款成不喜欢的吧？姜子，姜思涵，你演技这么好，你不去当演员真的很可惜耶。我们也这么觉得。其实在梦游呢。奥特曼也这么觉得，是不是？三儿，三儿，你醒醒了，赶紧收拾收拾，瑞瑞零食吃没了，我们去超市采购一下。哦，露娜，露娜，
就是打野的那个露娜，你经常玩王者吗？我有个朋友超级厉害，要不然我们加个微信一起开黑吧。爸爸妈妈回来了。三，可惜了，帅哥都是别人家的。啊，程木，你可真是万人迷啊。啊，哎呀呀呀，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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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思涵，你是生气了吗？没有啊，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的女孩子都太勇敢了，我就没有当年那个勇气了，所以我就注顾什么。不会的。哎，程木，我送你一个礼物吧，像你们这种长得好看的人呢，出门在外太危险了，这个挡桃花神器送给你。小姨我也要。这给你拿着。思涵，哎，你有消息？哎，瑞瑞，你慢点。思涵，瑞瑞这些日子麻烦你们了。瑞瑞快开学了，他一直在国内也不是办法。一周后有人来接瑞瑞，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小姨，你快点啊！哎，你在干嘛？发个沉默啊。好消息当然要人尽皆知啊。不行，这事必须保密，尤其是程木。为什么？我不想让我弟觉得我抛下他。以前只要我一谈恋爱，程木就会跟我生气，我不能先抛下他。程木都已经是大人了，你作为姐姐也没义务对他负责那么久吧。况且你现在的对象是李景阳，我爱。别废话啊，你现在不过是在我的试用期，我随时都有可能跟你分手。哎，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否则立刻分手。这事就这么定了，没得商量。还是说你想现在就分手？也行，我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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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好好好好。幼稚。对了，我最近能去店里跟你学做甜品吗？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学这个？是不是我再不努力就要饿死了？我打算开拓一个新板块，教粉丝做甜品，但是我又不会。嗯，如果你有空的话，你要是没空就当我没说。可以啊。谢谢啊。那你在前面路口停一下吧，我还得去趟公司呢。哦。我汇报一下店里最近的情况，酸甜发售以来，新老顾客都很喜欢，但咱们店里最热销的还是月下姑娘。不过，月下是每日限量供应，对咱们店整体的销售额来看，不是很可观。所以我在想啊，咱们要不要取消每日限量供应？月下的那个玫瑰限量是每天新鲜做的吗？如果加大供应量呢，就意味着咱们得提前做好冰冻起来，口味会打折扣。我觉得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靠金钱衡量的。嗯，我们SO首要保证的是口碑，我希望每个顾客都能吃到最好最新鲜的。嗯，明白。那我再给大家同步一个好消息，自从新品发售，
咱们店吸引了很多网红过来打卡，我们呢也终于又回归到了城市热门打卡美食地第一的位置。哇，终于回到属于我们的位置了 Sweet。 嗯，这不是很正常吗？啊，明白老板。还有什么其他的吗？目前来看没有了。那这样，我知道最近呢咱们店的销售又起来了，顾客又多了，大家都很辛苦。今天下午呢咱们早点闭店，大家都早点休息啊。斌啊，安排一下。嗯，好。你说这为啥呀？这老大突然给我们放假，我都不知道干嘛去。你傻呀你，给你放假还不好啊，我带你去吃好吃的。是啊，感觉最近老大神神秘秘的。哎呀，肯定忙着追姜思涵呢呗。等到时候老大脱单呀，店里的黄金单身汉可就我一个了。呵呵，你可真敢吹。你最近的账号数据运营都给你了吧？嗯，有什么想法说说吧。嗯，想法，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写的太少了。你最近的数据我也看了，这两天呢又有一些好转，不过这远远不够，美食博主很多，你要如何突出重围，这是一个问题。你看你过去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甜品背后的故事为主，而且更新的频次也都不固定。玉姐，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我做美食账号内容五花八门，杂而不精，所以呢我最近约了程木，让他教我做甜品，以后就主攻甜品这一块。很好。要是没什么别的事，你就先回去吧。啊，好。哦。哎，对了，你最近跟我弟弟有什么进展吗？进展？我们还跟之前一样啊。我了解我弟弟，他这个人呢，就是不太会表达，但他对你和对其他人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多给他点时间，千万别放弃啊。嗯，嗯，我明白，谢谢玉姐，我走了。嗯。哎，啊，手机。哦。嘿嘿，宝贝，我能不能提前过来？想你了。这个想要杯这个。哎，你好，这个这个好，好，这样吧，这样好，你擦杯这个擦。好嘞好嘞，那这个吧，这个姐姐。哎，有了，超了，是吧？我这披一下肯定很好看。再帮我擦。刚刚救了我，我要报答你。不用。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小子居然这么帅。
毕总。太可爱了，那你就吃掉可爱的他们。哎呦我的妈，绝了绝了，你知道刚才我在后面看到什么了？猜到了，老大在那教姜思涵做泡芙呢，那场面跟拍画报一样。我看呢，泡芙都不用加糖都能齁死人，大惊小怪的。你说老大这两天让咱没事下班就赶紧走，是不是这俩人有甜蜜教学呀？你才知道。哦，白哥说让咱俩没啥事可以先撤了，他带瑞瑞玩去了。老简呢？走吧，火锅走起啊。嗯，哎，你已经点了很多了，要不要留点给其他的客人？如果你是因为我们老大心里有人了而为难我们，我劝你别在这浪费时间。简一航，你还不明白吗？我不喜欢程木了。那正好啊，我们老大也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停，打住，你喜欢我什么？我改还不行吗？手机。干嘛？拿来。坐好。干嘛？嗯，女朋友？我没同意啊。麻烦帮我把这些打包，谢啦。这个汽车玩具就我玩坏了。简一航，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现在是我男朋友了。我还没下班呢，帮我拎着吧。哎呦，你看你一行叔叔，快走了，快点。韩香兰怎么在这儿啊？嗨，看上我们一行了呗。哎，你别说啊，一行那小模样确实吸引了不少美女顾客呢。他现在改追一行了？正所谓女追男隔层纱，我跟你说，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行肯定就得沦陷，是吧？那个，我问你啊，但是如果这个男的特别优秀的话，那这层纱还好捅破吗？思涵小姐，我跟你说，在我们老大眼里只有甜品，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女生就能入他的眼的。那烘焙间更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进入的，所以啊，你这根本就不用打，纱都已经披在你脑袋上了。瞎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把上面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做一遍。恋爱必做的100件事。嗯，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嗯，我想想，应该是来不及了。你已经上了名为李景阳的爱的贼船，跑不掉了。嗯，甜点之间的契合如同世间情人的般配，相遇的刹那，空气中弥漫着面包的清香和奶油的香甜。
你要干嘛？证明自己手机还不错？我已经证明了，否则我怎么找到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嗯。好了，不玩了。时间不早了，赶紧回家。情侣必做的一百件事儿。哎，不许挂！哎，我就不。别闹！哎，别闹！我一会儿约了程木。哎，不让我挂也可以，让我留下。哎，你别闹！还有惊喜给你，你就这么想我回家吗？程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笑。我不想你这么大压力。我希望今后的每一天都能看见你这样开心的笑。收起来，跟你收起来。姐，我看楼下有个外卖。你这里面买了什么东西啊？我在楼下直接给你带上来了。哎，我点的。是我来的不是时候。哎，没有。李景阳他今天过来，给我汇报工作。顺手给我带了点东西。哦，我还有事要问你。来，快快快，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你们都吃。哎，咱俩好久没见了。吃。哎，你跟那个小芋头怎么还不跟人家表白呢？啊？对对对啊，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光计划不实施，你得有所行动啊，不然小玉都跑了。嗯啊，我给你准备了香薰蜡烛。我香薰蜡烛干什么？你想啊，小情侣他晚上看个小电影，点上香薰蜡烛，那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嘛。你叫我来就是因为这个？嗯。那我走了。香薰蜡烛还是拿着。哎，你汇报完工作没有？你汇报完跟我一起走。我还没汇报完呢，你赶紧回家点蜡烛。瑞瑞睡了吗？我刚把他哄睡着了。时候尚早，不如我们看个电影。这个特别好看，花S军团，五只狮子。啊，
咱们两个坐在这儿，不会就是为了看动物吧？我不知道你喜欢看什么，你选一个吧。我不是这个意思。算了。思涵，嗯，我小姨，小姨，怎么了，瑞瑞，怎么了？做梦了是不是？小姨，我在虎家，家里没人，爸爸妈妈都不见了。瑞瑞，那都是梦，啊，都是假的，醒来就好了。他们不要我了，对吗？爸爸妈妈怎么会不要瑞瑞呢？爸爸妈妈最爱的就是瑞瑞啦。是这样的，因为瑞瑞放假了，小姨和干爸呢都特别的想瑞瑞，嗯，妈妈就把你送过来陪我们啦。你骗人！他们觉得我是累赘，我是他们的累赘。不是这样的，小姨跟你说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梦，一个噩梦，我们醒来了什么都不是了，对不对？瑞瑞永远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小宝贝。累赘，累赘，你是什么累赘？我们都是累赘，知道吗？知道吗？累赘，你知道吗？